7月13号，正在为3周年闭关集训的天赋宝们又集体上线承包沙发，各自发博更了自己的新技能。前有大哥的吉他秀，后有奶源的薄荷音清唱。轮到老妖缺席时，穿着破洞牛仔裤的火羊宝竟然猝不及防的就来了一段模仿架子鼓效果的 B-box。这真的是本劳第一次看见有人打 B-box 不捂嘴呢。虽然本劳觉得玩 B-box 不如跳舞，但这段表演真的能给1128分不嫌多。果然全能的我谦除了不会跟本劳肥家，真的什么都会。这样子一个技能点满格的宝宝，本劳真的是流着老母亲的泪水，只想抚摸一下他的小脑袋呢。而14号就是我谦开播3周年的日子，本劳希望我们的小太阳能够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多点时间陪陪楠楠聊聊熊呢。芒果捞新闻，跳舞时的霸气一扬，唱歌时的千尺苏音，如今连架子鼓和 B-box都能婉转自如，这样的易烊千玺真是让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啊。好的。